Hello， 我是 U12 唐恩。上次我的队友就教大家用脚外内侧盘球，今次我就介绍用脚底搓波。开始的时候可以先试下原地做，右脚脚前掌踏在波面，由外而内拨个波去左边，之后就用左脚脚前掌拨个波去右边，不用用力踩个波的，重心脚微曲，重心降低。而家就试下向前绕过啲雪糕筒或者任何障碍物，同啱啱练习一样，用右脚搓个波去左边。可以试下用左脚嘅内侧控一下，然后用翻同一只左脚搓个波去右边，一下左一下右，攞好个节奏，个动作就会好自然。搓波可以系盘球、转向或者个人嘅其中一个方法，练习多啲。在比赛的时候要转去哪都没有难度了。